打个招呼。是哈利波特飞行课的时间。当这个场景真实出现的时候，还是会非常有不一样的感觉，有那种不真实的感觉。这个是他们刚刚上这课上完，然后一点半的时候说。这个风会有点大，然后穿着这个。Are you ready, class? Yeah. One, two, three, now.哇，好多，像一团棉花糖一样。可爱，你想在这里当什么呀？来点，一、二。考虑过这么大的风它都没吹掉，你们用嘴能吹掉吗？不行啊，不行。有彩虹。